待会儿啊，打不中不让吃饭。吃饭了，走了，回家吃饭。咱们打那个气球上的瓶盖，换一个。人体带来的好处，如果你有肩周炎，一伸一拉练扩胸，这样可以缓解你的肩周炎；如果你有颈椎病，你打高处目标，这样可以缓解你颈椎病；如果你总盯着目标去打，这样可以预防近视眼。一根趴在鸡蛋上的小棍儿，完了，看不着了。哎，中了。